假如00后精神小妹当了父母，爸，你怎么还不起床啊？忙啥？都还不到12点呢、啊。今天星期日啊，我要去读书啊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快去把爸的拖鞋拿过来，快点，信不信我叫我舌头上的兄弟过来？好的，爸。一会儿。咋的？你俩是看我不爽还是咋的啊？就看你不顺眼咋的？哎呀，问你俩什么意思啊？问你什么意思啊？老爸，赶紧走了，我要迟到了。啊，好累啊，睡觉吧。感谢我兵哥送的穿云箭，老妹再给你扭一个。能不能小声一点啊？你们这种麻将几岁不能懂的。感谢猥琐的阿婆送来的烟花。儿子，走去酒吧玩去。爸，我要学习。走了走了，等我给你点舞女。